虎扑11月11日是北京时间11月11日凌晨1点30分。2018-2019 赛季德甲联赛第11轮上演一场焦点大战。多特蒙德坐镇伊杜内信号公园球场迎战拜仁慕尼黑。上半场罗伊斯单刀被扑，格纳布里助攻莱万多夫斯基破门。下半场诺伊尔送点，罗伊斯点射扳平，莱万头球破门梅开二度。第十节课助攻罗伊斯破门梅开二度，阿尔卡塞尔单刀破门。最终多特蒙德主场3-2逆转拜仁慕尼黑。赛前威斯特把伦内旗帜飞扬，开场第10分钟罗伊斯前场断球突入禁区右脚推射，皮球被诺伊尔没收。一分钟后莱万多夫斯基突入禁区边缘与魏格尔发生身体接触后倒地，主裁判未予理睬。第15分钟拉尔森禁区内左侧右脚横传，皮球被诺伊尔侧身抱住。第18分钟吉米希前场右路传中，里贝里禁区内左侧右脚凌空扫射，皮球偏出左侧立柱。第24分钟里贝里禁区内左侧左脚低射，皮球滑门而出。第26分钟吉米希禁区前沿直传，格纳布里右脚传中，莱万多夫斯基门前鱼跃冲顶破门，多特0-1败人。第33分钟魏格尔禁区内横传失误，里贝里禁区内左侧的球左脚抽射，皮球被西斯扑出。第36分钟莱万前场斜传被阿坎吉放倒在的，主裁判向阿坎吉出示黄牌。上半场多特蒙德主场0-1落后拜仁慕尼黑。一边在战第47分钟罗伊斯禁区内被诺伊尔扑倒在地，主裁判判给多特蒙德一粒点球，罗伊斯点球扳平比分，多特1-1败人。第53分钟莫勒前场右路底线附近的三角传中，格纳布里脚后跟磕了一下，吉米希禁区内底线附近抢在西茨挑传，莱万多夫斯基门前头球破门梅开二度，多特1-2败人。第60分钟桑乔禁区内右侧右脚传中，罗伊斯门前左脚停球右脚推射，皮球被吉米希挡出。第62分钟里贝里前场左路内切右脚横传，莫勒禁区内顺势做球，莱万多夫斯基得球右脚抽射破门，多特1-3败人。第62分钟桑乔前场断球突入禁区晃过诺伊尔横传，阿尔卡塞尔门前左脚扣球被破坏，错失破门良机。第65分钟阿伊卡吉前场左路断球突入禁区右脚横传，罗伊斯插入禁区高右脚推射，皮球高出横梁。第67分钟皮什切克前场右路右脚横传，罗伊斯禁区内右脚扫射远角，诺伊尔鞭长莫及，多特2-2败人。第73分钟桑乔后场右路断球直传，维特塞尔后场右路直塞，阿尔卡塞尔前场得球突入禁区单刀右脚挑射破门反超比分，多特3-2败人。第84分钟科瓦契奇在场边焦急地喝水，最终多特蒙德主场3-2逆转拜仁慕尼黑。出场阵容多特蒙德4-2-3-1 35希茨5阿什拉夫哈基米2扎加杜16阿伊坎吉20刘皮什切克33魏格尔40刘芬19达胡德28维特塞尔34拉尔森826德莱尼11罗伊斯7桑乔10格策599阿尔卡塞尔拜仁慕尼黑4-2-3-1以诺伊尔27阿拉巴5胡梅尔斯654巨勒17博埃腾32基米希18格雷茨卡8马丁内斯7里贝里25穆勒822瓦格纳22格纳布里7435桑切斯9莱万多夫斯基